提包的东家上海一把带，欢迎整点秀关于这款衰风电器冠名播出的提包东家国庆中秋特别节目开搞，大家是。今天今天是特别节目，一定要加出你是个那个，今天是国庆节，又是中秋节，是吧？不带龙大家恰到个美食。我讲个你是个呢，一定要猛猛个，因为在我们个幸运观众当中，有一位可以加到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个五个仔，个五个仔到底是犀利的，我要讲述我们个提包东家个老朋友刘宝发刘大成。啊，刘老师你好。你好。哎，今天我们要录五只仔是吧？对。你现在那个个仔名告诉大家是哪五只仔？各五只仔呢叫心连心哦，还有就比翼双飞，还有就是相亲相爱。啊。这里有一个蛤蟆街的一个特色。道理。因为跟螺丝有关。不是跟螺丝有关系的。因为螺丝呢，叫公主。螺丝叫公主啊，对，它有一个俗称叫螺丝公主。对对对，我们那个小时候有个神话故事都玩过哈。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蛙，就是蛤蟆呢，叫蛙先生。有先生有公主，同样是新疆个仔，这个仔个记载。好，我们觉得怎样？到底是哪五只仔？大屏学做菜，小屏来互动。关注地宝当家线上美食抖音号，随时参与互动，说不定一会儿美食就会送到你的手中。好，刚才大家都讲到了有五个豪宅，这五只宅啊，相信让所有的观众都会期待自己成为今年的幸运观众，所以赶快用那个方式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好，我们的刘大主话了，我们第一个龙的宅是哪只宅啊？螺丝公主爱上蛙先生。哎呀，这个名字，我第一次听到这么重、这么有爱的宅名哈。哎，我觉得就是这个宅呢就比较奢侈，因为我们兰州人呢，螺丝跟龙啊是分开了讲，我两只宅各一只宅，这个宅肯定是好进宅。好，先是无螺丝是吧？我们先泼下水，因为这个螺丝呢有些那个泥像，没通过泼水的，把这泥像给去掉。哎，这个时候放的是三江或者是哪个？我们放在网球边。哦，放在网球接下啊。螺丝在沸水里烫过之后，加入油锅内爆炒，配上生姜、大蒜、小米椒，美味三件套，再配上米酒和啤酒两兄弟，最后再稍微做点调味，这螺丝公主就已经准备就绪了。好，刚才我们管到了这个刘老师啊，小螺丝啊，但是我们最关心的就是蛙先生到底哪样爱上过这个罗公主。因为在爱上这个罗公主之前呢，蛙先生感觉并不是在一张窝里的，所以呢，刘宝发老师现在在线上蛤蟆，蛤蟆牙就是，搞这个带孙子啊、新疆现在有包呀，对吧？对对对，因为我们是要把螺丝的放在把一个蛙先生的放上面。前面我注意到这个刘宝发老师现在窝哎。先加热到一定的程度，就赶快放，又赶快放这个蛤蟆的，因为一个就是一个速度，要掌握火，就是在窝里的待个时间不能太长，是讲理解吧？牙膏带米酒。经过调味之后的蛙先生，此时已经是迫不及待的要见到他的螺丝公主了。行，盛盘上桌喽。现在我们弄个的有啥子？叫心连心，为啥叫心连心呢？让刘老师给来个吧。为啥叫心连心呢？因为这个是猪心，这里还有一个满天星和心脏连刚。这个猪心呢，大家晓得就是我们经常用的炖汤。我老婆每次拿这个猪心给我炖汤啊，我就不愿意加，你晓得不晓得吧？好老。猪心呢，我们要刮水，把它血水给清掉，它就不腥。老的话呢，用高压锅压个十分钟就烂了，就那个，就不能在屋里待待久哈。锅是要爱懒的，老是那么无懒。哦，老是因为没无懒。对对对。什么接都接不动，就是这个。划重点，要想猪心好吃，得时间到位，所以这一步千万不能偷懒。跟着刘大厨一起，锅内加入莲子、啤酒、米酒、葱节、清水、少许的油。因为这个猪心呢要稍微压个三分钟，所以这段时间呢我们就开始准备第三只仔了哈。第三只仔叫啥？大手牵小手，抬手牵小手，两个都有手。
我们南方发现这个有绣的，一般就是柱绣，对吧？对对对，盖子绣绣是技巧。哦，技巧啊，有助教有技巧，大手牵小手啊。猪手和鸡爪是提前卤制好的，接着和生姜、大蒜、小米椒美味三件套一起放进锅里烧煮。小秘密是加入少许的蚝油会更加美味。好，这个是刚才刚刚我已经来了，这个猪心大家都差不多了，十分钟一夜，这个猪心按说的细细的熬过的，我们来滚一滚哈。哎呀，好香啊。好 OK， 但是锅里面我们还有一个部分，接下来我们就是另外拿一锅水煮了。啊，稍微煮一煮。我们年糕是猪人的性格心脏，还有五个像哈，所以我们这个叫性连性嘛。果子菜是特别用人的一个菜，营养丰富，有莲子，有助兴，还有年糕。好，好，像我们那个菜里面是四菜一汤，这其中的汤已经完成了，叫心连心。罗斯公主爱上蛙先生，心连心已经大手牵小手做出来了。剩下的两道菜会不会更加的美味诱人呢？别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六种坚果，六六六，六种坚果，营养六，液体坚果吸收六，每日一瓶，心情六，双膜制取，更易吸收。六种坚果，一瓶就够六啦！金瑶六种坚果，2.5折，2.5折，江西秋季翡翠珠宝展2.5折，9月29号到10月11号，在南昌、九江、福州等三地市盛会举行，现场各类手镯、项链、戒指、吊坠、手把件等款式齐全，冰种、糯种、紫罗兰、帝王绿等精品翡翠种类繁多，和田碧玉、和田白玉、和田墨玉等件件精工细作，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元，和田碧玉手镯990元，蜜蜡挂件仅需590元起，碧玺手链89元，每一件货品都有权威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省金银珠宝质量监督检验站珠宝鉴定师亲临南昌主会场为您现场鉴定把关，先鉴定后购买，确保消费者购买的货品为天然翡翠和田玉。来南昌、九江、福州等三地市都市严选，买翡翠和田玉有保障，更放心。真柚源于母乳灵感，六针清脾配方，亲和人体 SNP RPO 分子结构 ，CPP 双重益生元，贝因美育婴博士，育乳妈妈博爱新生，给宝宝更好的开始。都市严选三周年庆，百万好礼全省大放送，不玩套路，真情回馈，感恩好礼送送送！9月26号到10月10号，都市严选三周年庆，3年等来一次的感恩好礼送送送！好礼一，活动期间消费满8.8元送19.9元，都市严选散养土鸡蛋12枚。好礼二，老人鞋依旧换新，活动期间凭任意款一双旧鞋，可充抵50元，换购都市严选任意款老人鞋，正宗宁夏大颗中年枸杞100克，仅需5.9元。纪念消费更有麦饭石不粘锅、6斤重大东贝等好礼送送送！30天量液体钙，每盒19.9元。华北制药生产的蛋白粉，每罐仅需99元。冬虫夏草99元起，西洋参0.9元起，灵芝孢子粉等各类滋补佳品打破底价，聚会直销。活动地址：南昌、上饶、宜春、吉安、赣州等9地市都市严选。真朋友，真享受，一甜真香启程照，有一甜无油烟。超长假期搭配超多活动，这个国庆仙女湖潮得不一般，十大主题活动带你从山头玩到湖面，白天看前卫接话，晚上逛奇幻光影秀，一头寻找神仙眷侣，一面露营仰望星空，螺丝配龙虾，篝火烧烤接着长桌宴，国庆八天哪里去，跟着主播舒华一起潮玩仙女湖。
到这个镜头继续欢迎大家回到由浙江水木电器冠名播出的地宝当家国情中有特别节目，大家好，下次精彩继续。江美国有五只菜叫五福临门，其实我觉得每一只菜都是啊刘宝发老师啊特别发的心思，有心连心，有些个王先生爱上了罗姑娘啊，还有个台球剑小雪，每一只菜个名字都有浓浓的爱意啊，再来继续的。比翼双飞哦，比翼双飞啊！那可是比翼双飞，应该浪费的，可是才到底浪弄的。好，我们讲刘老师的技巧。啊，我学用的就是对一下。哦。对一下吃的其实还是一对一对一的。对对对。对，就是我们那个捏龙的，把这做成小鸟的形状，就能勾的。啊，捏的话可以把这个扭曲出来，把它剁成细好细好细的捏龙子，再、把这顺着一个方向。好多你不会煮就是刚打的完刚打的这就永远不得上劲。好，接下来我们就管这个有袋子乱用的午餐比翼双飞。鱼蓉要做的好吃，敲打的手法最重要，刘大厨教大家的方法大家可得记好了。好了，言归正传，来看看这道比翼双飞的做法。虾煮熟之后，去头去壳开背，放上蒸煮的鱼肉，打开你的脑洞，捏成小鸟的雏形，胡萝卜雕成嘴，最后用芝麻点缀成眼睛，浇上浇汁儿，动人的比翼双飞就做好了。好，接下来请我们领个仔，个最后一个仔，可这仔呢相对的话比较简单，那我们刘老师告诉可这仔名字是的相亲相爱，嘿嘿，相亲相爱，因为我写的给他在嘞，必须是一只素材，我会猜的是的，相亲相爱，简单里的有这样子，是吧？对对，相亲嘛，青菜的亲，就是逛青菜嘛。还有一个叫香菇。哦，对，相亲相爱，香菇青菜，好嘞，好。因为古青菜我们需要用的是青菜心，全菜心哈，吃的就很嫩。口感代表就是在把青菜洗的时候，我们就把盐呢先放进来。是广丰盐噶？对啊，因为我们有时候炒菜呀，人来不及了，先放那么点，最简单的就是。放上时间。因为有时候我们一般在炒素菜的时候，我们锅啊都比较嫩。像一般我在屋里弄这个青菜哈，就是放在台上吃。但是我接管到这个刘老师的老家，不搁台上吃哈。啊，搁台上不能搁台上吃。为啥呢？啊，因为是香菇青菜嘛，相亲相爱嘛，它是没有任何杂质的啊，也不能放大蒜的，什么都不能放，就是香菇跟青菜。纯粹的爱情里，彼此是彼此的唯一，而我们这道相亲相爱也秉承了这个原则，香菇青菜简单而专一。好，青菜跟香菇呢都处理好了，大家管这个菜心呢，炒好了也是特别好管。还有呢，我们刘大厨这个菜呢有个特点，除了这个炒啊、烹啊。另外这个白本呢呀特别有特色，这道菜做完之后五道菜就已经全部齐备了，这桌好菜今天会被哪位幸运观众抽中呢？节目现场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别走开，广告很短，我们马上回来。六种坚果六六六，六种坚果营养六，液体坚果吸收六，每日一瓶心情六，双膜智取更吸收，六种坚果一瓶就够六啦，金瑶六种坚果。八百里洞庭，长康十一万八千亩绿泰菜籽家园，绿泰只优选头一道压榨菜籽油，长康绿泰初榨香菜籽油，家常菜用绿泰。真柚源于母乳灵感，柳针清脾配方，亲和人体 SN2 RPO 分子结构 CPP 双重益生元，贝因美育婴博士，育乳妈妈博爱新生，给宝宝更好的开始。金瑶六种坚果六六六，六种坚果营养六，液体坚果吸收六，每日一瓶心情六，双膜智取更易吸收，六种坚果一瓶就够六啦，金瑶六种坚果。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分享大家回到由浙江水务电视冠名播出的《地保当家》国情重要特别节目。大家好，我下次精彩继续。好，我在路上了，所以启动人心的时间呢已经到了，因为大家都在关心到底哪一位可以抢到过你的仔，成为我们第一个幸运观众。好，刘老师准备好了吧？来，预备，3、2、1，截屏。根据拍摄现场当天直播，我们抽取到了网名叫做摩天轮的先生，他将会拥有今天的整桌美食。啊，是叫摩天轮吗？啊，你知道你们有没有拿到我们今天的美食驾到的5个好菜，知道吗？知道这个消息吧？啊，刚才已经看到了啊。好，恭喜摩天轮。那你知道我们今天5个菜是哪5个菜吗？哦，我看了，那都是关于爱情方面的。请我们的做这个菜的刘老师，刘宝华老师跟你说一下这五个菜名啊，也是送给你的祝福。好的好的，薛家是老师啊。啊，你好，给你做了5个菜，一个是罗斯公主爱上蛙先生，比翼双飞，永结同心，相亲相爱，还有一个大手牵小手。怎么样，可以吧？那你打算把这五个菜和谁一起来分享啊？那肯定是给我们爱家的爱人多了。好的好的好的，那就祝您和您的太太相亲相爱，比翼双飞啊。也谢谢，也祝你们一家人节日快乐，好不好？好的，谢谢我们这位幸运的观众。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把5个菜交到舒华的手中，用他的专车把菜送到位。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舒华。 Hello 大家好，我是舒华。那刚才刘大叔做的5道菜已经交到了我的手上了，接下来我的任务是开着我们的房车，把这5道菜送到我们今天的幸运观众摩天轮的手上去。下面跟着我一起出发吧。哎，你好，您是摩天轮先生吗？你好。这位是您的爱人干将之心。我是干将之心。啊，您的网名叫干将之心，合着这个名字也是情侣名哈。对，干将之心就是摩天轮，摩天轮就是干将之心，两位一体。两人同心啊。哎，那我问一下啊，您知道这个您先生会今天会来这么一处吗？不知道。不知道。那他是怎么跟您说的？他说朋友一起约的去吃饭，约一起去吃饭，带瓶酒。哎，那接下来啊，我们的惊喜其实还不止这么一些了。哎，咱们首先去吃这一顿有仪式的饭怎么样？好的，走，出发。两位有请上我们爱的小房车。谢谢。哎，阿姨请坐。好，我们的车即将要出发了，阿姨期待吗？期待，因为我不知道这是上了一辆这么漂亮的车要去到哪里。不知道哈，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走，我们出发吧。舒华要把他们带到哪儿去呢？摩天轮先生为爱人又准备了什么惊喜呢？前方高能，我们马上回来。火爆火爆！2020江西秋季翡翠珠宝展火爆开启。大家可以看到，现场非常火爆，前来选购翡翠的市民人头攒动，热情如潮。有的市民在精心挑选翡翠手镯，有的在询问价格，有的在找专家鉴定，还有的在排队等着交钱。很多顾客反映，我们这一届的翡翠珠宝展款式多，规模大，价格便宜。2.5折，2.5折！江西秋季翡翠珠宝展2.5折，在南昌、九江、抚州等3地市聚会进行。据了解，在我们这届展会上，各种各样的翡翠款式确实很多，像手镯、吊坠呀、手把件等等。翡翠的品种呢也很多，像老坑种的、玻璃种的、冰种的、糯种的呀，以及挑花的等等，都有很多。我们是看了广告，觉得蛮好的，交了一下嘛，我觉得还是这一款比较好，这款它成色挺好的，而且这里的工厂价只有2.5折。我在外面我也看过差不多的这个款式啊，这样的要10000多了。
这样2.5折打下来就只有3200块，比平时便宜了一大截啊。我觉得挺划算的，而且在这里买呢还有一个好处，它可以就是先进行那个鉴定然后再购买的，买起来就更加的放心。展会所有货品都是厂家直供，2.5折工厂价为您直销，出厂价就是展会销售价，无任何中间加价环节，让珠宝工厂和我们江西消费者面对面零距离。上万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只要2500元，和田碧玉手镯990元，蜜蜡挂件仅需590元起，碧玺手链89元，每一件货品都有权威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江西二套全程监督，正品保证，价一赔十。俄罗斯蜜蜡玲珑轻巧，触感温润美丽通透，十分珍贵稀有，被称之为琥珀之王。很喜欢蜜蜡，蜜蜡呢不仅时尚漂亮，它还有收藏价值，像这块蜜蜡26克多，外面呢我去看了一下要20000多块、这里5300就可以拿下了。叔叔您觉得呢？是的呀，因为这里的每一件物品都有鉴定证书，并且有鉴定师现场复检，所以确实让我们很放心。省经营珠宝质量监督检验站珠宝鉴定师亲临南昌主会场为您现场鉴定把关，先鉴定后购买，确保消费者购买的货品为天然翡翠和田玉。喜迎双节，展会现场更有双重惊喜等您来。惊喜一，缅甸翡翠挂件展会特价仅需9.9元，每天限100个。惊喜二，消费满3900元加送990元天然蜜蜡挂件一个，来南昌、九江、福州等3地市都市严选。买翡翠和田玉有保障，更放心。都市严选三周年庆，百万好礼全省大放送，不玩套路，真情回馈，感恩好礼送送送。9月26号到10月10号，都市严选三周年庆，3年等来一次的感恩好礼，送送送！好礼一，活动期间消费满8.8元送19.9元，都市严选三阳土鸡蛋12枚。好礼二，老人鞋依旧换新，活动期间凭任意款一双旧鞋，可充抵50元，换购都市严选任意款老人鞋，正宗宁夏大颗中宁枸杞100克，仅需5.9元。纪念消费更有麦饭石不粘锅、6斤重大东贝等好礼送送送，30天量液体钙每盒19.9元，文山3期每期仅需99元起，灵芝孢子粉、马来西亚素源燕窝、大连海参、藏红花、鹿茸片等各类滋补佳品打破底价，聚会直销。活动地址南昌、九江、抚州、景德镇、萍乡等9地市都市严选。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年制药精髓，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老牛可真牛，以前呢，工作业绩突出，牛。后来呀，跳舞、打球也突出，牛。可现在，老牛因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哎，用舒筋健腰丸，传承400年陈李济制药精髓，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舒筋健腰丸，是的，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按疗程服用效果好。广告最近呢，继续欢迎大家回到由浙江帅富电器冠名播出的《体保当家》国庆中秋特别节目。大家好，我夏子，现在继续。好嘞，我们到啦，来有请。谢谢谢谢，阿姨。谢谢。当当当当，你看，这就是叔叔今天给您安排的惊喜之一啊！这5道菜啊，就是我们今天叔特地为您准备的。这是一个很大的惊喜，我不知道的，谢谢。我感觉叔叔是不是会平常在生活当中经常会给你一些惊喜啊？对。那你印象当中比较有感触的事情都有哪些？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怎么讲呢？他时不时的话，像今天这样，他只是跟我说朋友约的一起吃饭，叫我带瓶酒，但是我真不知道是到电台来。以前还
他有没有类似的惊喜？有。比如说？就是他突然之间会带着我去某个地方，或者是会经常的话买了东西，他不提前跟我说，他会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哇，真的是太幸福了哈！谁都想要有这样一个很贴心的老公，对不对？哎，那我想问一下叔叔您哈，今天为什么会特别想要把这样一个一些惊喜安排送给我们的阿姨？因为呢，今年我们是结婚了30年了。哦，三十年应该是算什么婚呢？珍珠婚。珍珠婚，哇，真的不容易，相亲相爱30年。哇，那这个菜应该说是锦上添花了。对。那如果没有这五道菜的话，您是不是也给阿姨准备了其他的惊喜？对，这肯定是有的，因为不管怎么说吧，我只要是他的生日啊，纪念日啊，年轻人过的情人节啊，什么七夕啊，我都会给他惊喜。那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今天您本来准备的这个惊喜是什么呢？本来我跟他写了一幅字，这幅字我还没裱，本来是要放在家里去裱出来的。现在没表，今天正好借着电视台这个平台，展示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我一直以来对他的承诺。这是九尺，对，九尺之，就是天长地久吧，执子之手，与之偕老。这是您写的呀？这是我写的。哇，写的真棒！您看啊。又多情又多才，真的是太棒了，感觉到充满了爱意啊，非常的简洁明了的8个字，但是却包含了两个人一生的相濡以沫，特别的不容易。30年的婚姻，说长不长，说短更是不短，30年的磨练就像珍珠一样散发着迷人的光芒。除了这几个饱含深情的字之外，摩天轮先生背着老婆还偷偷地准备了一个专属礼物。我还给这准备了一份惊喜。还有惊喜？对。哦，是什么呢？今年是我们的珍珠婚，我跟他准备了珍珠。哇，还有珍珠，我们看一下在哪儿的。这是一对耳环。哦，珍珠耳环，好漂亮啊！这个特别特别的有意义啊！你看，这珍珠婚送珍珠耳环，这是珍珠项链。哇，还有一套呢！哇，这个珍珠项链我觉得特别的衬阿姨。哎，阿姨，要不咱们现在试戴一下好不好？我觉得跟您这个气质，跟您今天穿的这个衣服也特别的搭哈。哇，好美呀！我觉得不仅是这个项链美，人美，心情更美。哇，情不自禁的拥抱一下阿姨，我觉得这个项链比您原来戴那个更搭，这个真的更好看。不论价值，情谊才是最贵的。因为怎么讲呢，我老公每年给我的礼物，我都是怎么讲呢，他都是给我的惊喜，但是这次的惊喜我觉得是我这么久以来30年来最大的惊喜。因为我不知道，像今天他跟我说是朋友吃饭，那我叫我带瓶酒，但是我一看到，像看到你下车，我感觉就不一样。我说怎么苏爸也来了，我就这样讲。我也是惊喜之一啊。对，我搞得我都特别的激动，怎么讲呢？这一辈子值了。哇，这一辈子值了！我觉得叔叔听到这几个字，应该也觉得。你的所有的行动也都值了哈，一句值得道出了内心所有的情感。可是惊喜还没有结束，节目的最后，摩天轮先生还委托我们为他的爱人送上一段话，我们一起来感受这份爱吧。亲爱的老婆，再过几天就是我们结婚30年的纪念日，我在这里想对你说的是，30年来我们风风雨雨，同甘共苦，我们尝尽了酸甜苦辣，这一切你给了我的包容，我非常知足。我们30年来兑现着我们相互的承诺，知足常乐，执子之手，与之偕老。现在我们有了这样幸福的家庭，我们已经步入了30年的纪念日，我很开心，希望我们一起向着幸福的生活奔跑吧。我们的节目也祝天下所有有情人都能心有所属，情有所依。最后祝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中秋节、国庆节快乐，精彩节目明天继续。
哎呀，不管是哪个带的个五个人哈，记得四人一动，全部加光，哈哈，管一下刘代珠。好，我们就马上出发，准备好了。